谢谢，再见了。这个就是米饭哈，把它煮开了，就这样，用这个东西把它搞起来，然后就放到这个土豆上面，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孔雀豆饭吃。 有个朋友啊，从杭州那边过来的，来我们这里玩。老马，你在搞好吃的啊？小张，哦，你累了，是吗？嗯，估计坐车累了啊。嗯，那你睡一会儿吧。嗯，等会儿饭吃了我叫你。好。好。来来来，来一个。哎呦，好烫。 麻扎，哎，我以为好久没吃麻扎了。我叫他吃饭了。来来来来，里面坐里面坐。好。就搞了随便搞了一点家常菜。挺好的呀。那不客气。你看我这里还生火哎。嗯。那你的冷哦。对，正好现在有烤火。我说你穿着短袖能不能冷？ 亲，我不知道这边吃不能。要不要我去找间长袖给你？嗯，没事没事。啊，哈哈哈，冷是有点汗。你们吃不吃来这个土豆饭呢？可以的。啊，可以的，谢谢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柴火饭，土家特色的。谢谢。我老妈说你从远方过来，可以给你搞点土豆饭尝一下。谢谢。
个力打得好大啊。再加上那个宝宝，我们一直也是在湖南那边做的检查，医生他说现在可能应该也是明天吧，明天那个结果就要出来了，确定是高危还是中危，到时候啊还要去做进一步的，看是做无创啊，还是说做那个羊水穿刺的检查。然后你说他一个人在那边呢，我也不放心啊，因为他现在本身就处于这么一个状况，再加上怀着宝宝，我宝宝现在有一点小状况，让他一个人再去医院那些啊，可能还是没那么好吧。我在身边还是多个照应，所以啊，我还是决定就过去湖南，陪伴一下他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啊，咱们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个就是莫言的，就是去心理医生那里啊诊断的一个报告，他的心理测评结果还是重度焦虑情绪，然后还是重度抑郁情绪，也等于就是说他不光是抑郁症啊，他还有就是焦虑症，都属于重度。